8月份就提早跟大家见面。iPhone 6S 还没亮相，国民已经在想象 iPhone 7的模样。而目前筹备中的 6S 传出良率优于预期，渴望提前一个月8月亮相，也让外资喊出明年 iPhone 在中国可以卖出1亿只。我觉得可能性其实不大，最快最快呢，一定还是在9月。那你说在8月，我觉得不大可能。看准女性市场，外传 iPhone 的机壳新增粉红色，而主相机的画素也从800万提升到1200万，处理器也升级到 A9，加上搭载更大的 DRAM， 让手机更快更省电。不过最大的爆点还是新增平价版 iPhone 6C， 而尺寸定在4英寸上下。而达人认为机会蛮大的，可能性其实还蛮大的，尤其是他在拍照画素呢，他自己应该有发现到其实1000万画素以上是主流，所以我相信其实在这一次呢，在背后镜头他一定会更改。双手一用力 ，iPhone 6 Plus 就开始弯曲，悲剧的表现伤透果迷的心，也让苹果有意改善材质，采用更坚固的7000系列铝合金机身，就是不让弯曲门再度重演。三新闻问昌吴凯中台报道。